大家好，我是近片六百度。今天是个包裹，挺沉的，打开看一下。收到了一，全部是这种苹果数据线、苹果的充电线、电脑充电器，全部是根部断线，全部都是根部断线，基本上都是。哎，这个不是啊、哦，这个不是，可能是头子断线。哎呀，你看接的，这个也是头子断线啊。接下来我们给它换一下，全部换线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用胶水粘一下就行了，然后里面盖子给封起来。之前没操作过的这个数据线、这个充电器啊，又变成新线了，对吧？接下来那四个，另外三个我们不演示了啊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见，拜拜。